雷大人。殿下，行刺者皆是精心训练的死士，只留下两名活口，一人入狱后伤重不治，仅剩下一人，锦衣卫正顺着他这条线往下查。至于上元日出入宫禁的记录，百戏班子歌舞艺人、工部和内府各建局匠人共计643人，人员皆登记在册，盘查尚需些时日。你以为呢？殿下，真凶是谁昭然若揭，若陛下与太子，奴婢斗胆说一句，左右脱不开二位王爷的手柄。行了行了，别老拿这些事儿来叨扰殿下养病行不行啊？啊，殿下，武善送来了。他人呢？现在还在外面。殿下，帽子。梅大人，上次发生的事我深感不安，一直想找机会向您致歉呢。送给我的膳食是你亲手做的吗？原来如此。膳食出了差错，我难辞其咎，望大人宽宥。这些足够了。殿下近日失眠，汤内不宜多放人参，进补过量也易失眠。哦，姚殿下，你怎么知道殿下睡得不好啊？送过去的午膳殿下都没有用完，唯有百合枣仁汤用完了，可见是为了安心养神的。啊，殿下，殿下，朝堂上的事您不必忧虑，还是宽心养伤吧。殿下，奴婢哪敢泄露这些事情啊？梅大人，您替奴婢作证啊。我刚才踏入那道门槛，就闻到一股血腥气。殿下面色苍白，声音也比往日无力，还是不要强撑了。是啊，看来今天不能去探望母亲了，免得被识破。今日心情好，来一句。殿下，臣脸上可有脏污？您频频望向臣，臣自然要误会。要么就是我今日格外的英伟潇洒，风姿过人。殿下终于笑了，平日臣进门，殿下总是笑脸相待。今日自从踏过那道门槛，殿下就没展过颜。臣险些以为是何处得罪了殿下呢。少爷，你成婚了吗？梅大人，走吧。太医都已经说过了，不让您起身，可您呢非不听他的。这下好了，
伤口又裂开了，您为了不让皇后娘娘担心还捂着伤口，倒让别人成了救驾的大英雄，算怎么回事？不过是些皮外伤，哪那么娇贵啊，去把我的书拿过来。殿下，殿下，上侍局来送点心，照您的吩咐把人领进来。我什么时候吩咐过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奴婢给太子殿下请安。殿下午膳几乎未动，孟上使嘱咐奴婢送些糕点过来。醒了，不必起身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陈皇公，都说了不必多礼，你有伤在身呢。谢太子。不，是我要谢你。护驾乃臣分内之事，不敢担太子一声谢字。你替我保护了皇上，尽到了为人子的责任，理应要谢。不过往日臣只是奉命行事，偶有得罪之处，还望殿下海涵。你再这么谢来谢去，我就不是来看你的，是来要你命的了。皇爷爷说过，你通晓军事，用兵机变，剿匪平叛，屡立奇功。我以为你的志向只是武，但如今看来，这满屋子的经史百子，山水游记，我方才知道你涉猎广博，志趣高远。皇上嫌臣见识浅陋，命臣多读书，奈何臣是个武夫，诗词歌赋实在看不下去，不过找些书来充门面，让太子见笑了。嗯，是吗？自然。尤大人呀。太子殿下罢了，那改日再聊。